善待自己，就应该里应外合。露琪亚的诞生从单纯分享开始，才发觉大家都有这份需求。爱是在别人的需求上看见自己的责任，因为这样的责任，我们始终坚持自然的原则，拒绝人工添加物，每一次都从消费者角度出发，严格看待品质与来源，从大自然的馈赠找回体内平衡。到底什么是身体所需要的？从体内到外在，我认为自然是唯一的答案。将身体所需的营养转化成自我心中的静养，里应外合，达成平衡，你的美丽自然而生。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存在着这么一位令人向往的露琪亚。